滴滴，汪汪队救援大巴来了。哇哦，这辆车好大好酷啊。驾驶室能打开啊。里面有两个座位。关上驾驶室。打开车厢。后面的车门放下来。按这个按钮。车打开啦，有音乐哦。车厢再打开，里面有升降台哦。起来啦，再降下来。再升起来。小朋友们，喜不喜欢汪汪队救援大巴呢？哇哦，汪汪队出动了，阿奇、毛毛，有只狗狗受伤了，我们赶快去救援。好的，小丽，出发。毛毛，赶快。来了来了。关上车厢。小丽来当司机。滴滴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去救援啦。哦，天啊，狗狗爬得太高不敢下来了。狗狗别着急，我来救你了。阿奇来到了第一层，又来到了第二层，又来到了第三层。太好了，狗狗得救了。狗狗坐上我们的救援大巴回家吧。就这样，狗狗们开着救援大巴离开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去救援啦，拜拜。